大家好，我是志明。今天晚上打算带着春娇去听五月天演唱会，然后向她求婚，从此结婚生子，含饴弄孙，过着平静的日子。你好，119消防局。小方大哥，灭火你们是专业的吧？当然啦、啊。太好了，这里有只火龙，要麻烦你们一下。什么？火龙？火龙？火龙？靠，真的有火龙哎！哇，你怎么突然裸上身啊？不用废话那么多，这里交给我。可是受训的时候没有教过怎么处理火龙啊。总之，先用水攻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志明。今天晚上打算带着春娇去听五月天演唱会，然后向她求婚，从此结婚生子，含饴弄孙，过着平静的日子。可是我身边的消防员灭不了火龙的火。为什么只有我被炸？你看起来都没事，肌肉还油亮亮的。因为我有练过啊。就只知道秀肌肉，火龙的火焰怎么可能是 A 类火灾？这个我来处理。A 类火灾是由一般可燃性固体，如木材、纸张等引起的火灾，使用水或水性溶剂灭火最有效。那个新来的果然还是太嫩了，这种能朝向同一方向柱状喷射的火焰一定是液体或气体所引发，这时候用泡沫灭火就没问题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志明，今天晚上打算带着春娇去听五月天演唱会，然后向她求婚，从此结婚生子，含饴弄孙，过着平静的日子。为什么你们被炸都没事啊？因为我做深蹲啊。做深蹲是不是？来一下上，学长，没有办法，没有，自以为是 B 类火焰就乱灭火，真惩罚。特殊的情境要用特殊的灭法。B 类火灾是由可燃性液体或气体所引起的火灾，要避免用水直接泼洒。该死的火龙，等我消灭你，就要回老家跟青梅竹马结婚啦！你说什么？我说要回老家跟青梅竹马。不，不要一起。我今天晚上已经不打算向春娇求婚，然后生出一支美式足球队，靠孩子们的签约金过着平静的日子了。我现在是想活下去。可恶，我还以为火龙是 C 类火灾呢。C 类火灾是指因电力使用不当引起的火灾，例如马达、开关设备、变压器等。灭火需使用非导电灭火剂，如干化学剂、二氧化碳灭火剂已扑灭。学长，总局派人快递了这个东西过来。这一颗难道是传说中的健林消防霸王耀火灭三千？哇，学长，这名字。你是在拍电影啊？不许你侮辱健力消防霸王耀火灭三千！参与18有一起退三步。那我要退到哪里去？肯定，八三。这颗球是青光旭年间。哎呀！